明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点火！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向正常，文昌飞行正常。文昌雷达跟踪正常，遥测向正常，文昌飞行正常。阵地遥测向正常。阵地3A15跟踪正常。铜鼓岭遥测向正常。文昌雷达跟踪正常，遥测向正常，文昌飞行正常。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火箭舰体上的摄像头拍摄到的，在助推器的这个后面点火，三四助推器之间。嗯。右边的那个画面是我们的根据数据模拟的，对，三维动画。驱动的一个动画。嗯。左边这个画面是我们从舰上实时下传的遥测数据中解析出来的这个图像。3A17跟踪正常。火箭的尾焰也随着这个就是这个飞行高度的增加。我们这个大气密度越来越稀薄，然后它的这个尾焰会逐渐的扩散开。哦。临水3901跟踪正常。现在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一系列的正常。文昌雷达跟踪正常，遥测向正常，文昌飞行正常。上升的过程中有不同的测控站在接力。嗯。就是火箭在告诉我们，我现在情绪稳定，状态良好，你们放心。7324跟踪正常。93-313跟踪正常。对，93-313。现在可以从画面里看到这个尾焰变小了，明显是吧？范围变小了。它是看不到了，看不到，应该是、是由于那个在真空中的这个尾焰，可能不同阶段看到的不一样的状态。对。助推器关机。哦，助推器关机。助推器分离。92-313。助推器分离，正常，关机。